哦，陶瓷小叮当，是耶！哦，做陶瓷可以赚到钱咩？JC啊，你劝一下小林，就要劝一下大雄，不要再发白日梦了。人在发白日梦的时候，大脑的执行系统会变得非常活跃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好自己的人生问题。那我们为什么要阻止人家发白日梦呢？嗯，他讲什么？你刚才讲什么系统啊？ 说了你们的存储系统也会记不住的。他刚才讲什么系统啊？来啦，你们在聊什么啊？大雄的系统哦。小林，其实哦，你不应该让大雄去。对了，大雄讲哦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陶瓷器具的话，就尽管跟他说，他免费送给你们。哦，嗯，真的吗？你刚才说我不应该什么啊？做陶瓷呢？不是啦，我讲你不应该哦这样客气。 不过既然大雄都开了口了，这样我要这个餐具、这个茶具、这个花瓶，还有装饰品，暂时是这样多啦。哦、，SMS 我啊。大头婆，你怎么生病啊？喂，怎么搬过来？这又是什么系统啊？你们不想渴死的话，就带上它吧。怎么？他现在有了 baby 对卫生特别讲究，这证明他的神经系统正常操作。哦哦哦！哦，哎，这里全部啊，都是你要吃的东西。那有沙西米啦，苏西啦，还有提拉米苏啦，还给我一份 spaghetti carbonara， 那个 cheese 不要放哦，看了不想吃。还有那个胡椒粉，放一点点啦，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。嗯。喂，这里有这么多东西吃，还 order spaghetti？ 我不想吃止血。 我兜了很久才买齐的哦，这样我现在就不想吃这些吗？这样怎样哦？这样不要吃哦，就饿肚子哦。大男人都有今天喽。好的，我帮你。啊，老公，我要那个蛋糕，还有蛋挞。 小林来了啊！哎呀，大雄，你做了很多陶瓷哦。当然，大雄做陶瓷哦，我怕到开张的时候啊，那些人好像买迷恋这样跑进来抢啊。嗯，对对对对，江大雄，我们的陶瓷要摆在哪里放哎？要摆在 Pavilion 还是要摆在 Garden Lion 呢？康乐巴沙马拉，地方我都想好了啊。 左边是卖臭豆腐，右边是卖内衣裤的，这两摊哦是巴沙马拉姆里面最多人去的，到时候一定很多人潮。可是，我觉得啦，你做的陶瓷这么有品味，比较不适合摆在康乐巴沙马拉嘛，应该要摆在一些比较有品味的地方吗？例如 JC 的 cafe。 哦，就好像那个沙巴拉烟酱，也是摆着很多杯子在那边卖的。啊，小林，你很聪明啊，这么你想到了，你真的是很厉害咯。没有啦，大雄，你比较厉害，你会做陶瓷哎。你比较厉害啊。你比较厉害了。你比较厉害。好了啦，不要玩了啦，做陶瓷啦。我们一起做啦。 老婆，
怎么不是在这里吗？你怎么还不睡觉哦？ Come on， 我忙的，你以为我像你啊？七早八早就去睡觉了。哇，3点多了哎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公司现在 pitch 一个国际公司的大 project， 这个机会很难得的。如果他们用我的 proposal 咧，明年升职加薪肯定就有机会了。你这样辛苦，这样辛苦工作做什么？我是养不起你咩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熬夜对身体不好嘛，然后那电脑又有辐射对身体又不好，对 baby 又不好，像你们两个只是 baby 前 baby 后，你只关心我肚子里面的孩子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可不就是这个意思？ baby 大人我都关心，哪里有？我好了，不要再讲了啊，去睡你的觉啊！你这样子一直讲下去哦，我没有办法专心嘞。3更半夜我不想再跟你吵啊，睡你的觉。请问啊，这个灯可以关掉吗？哭吧，哭过痛过就能提高你的免疫力，以后你就会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和如何被爱。为了庆祝你终于长大了，来，这一餐我请客。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客人罢了吗？只要一哭，这套价值38.9元的下午茶就会变成 FOC 耶。嗯，我们的目标果然是个极度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人。所以说啊，只要按照我们计划走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一定可以逼他让一个位置给我们摆陶瓷的。如果演得好的话，说不定哦，连租金都不用付哎。嗯，你让我死啊！人生如果没有梦想，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？你就让我做一条真正的咸鱼。我先进去。杰西，我们可不可以给你这个地方卖陶瓷啊？可以啊，反正我这边需要一些艺术气息。真的？所以，他做什么？外面天气热，喝水也是正常的。哦，你记得一定要遵守这边的规矩，东西拿了要放回原位，不要弄到乱七八糟。OK。大神。Thank you。 迪二，你讲我明天 present 后穿哪一件比较好啊？左边这件。这个死成这样哦，好咩？这样右边这件哦。这个又太 sharp 了哦，好咩？你喜欢啦。这件呢？不要，这件呢，又有红又有黑，刚刚好。喂，我明天的 presentation 很重要的嘞，你可以不要敷衍嘛。OK， 我现在很认真的回答你，我觉得这一件呢是。我也是觉得嘞，这件哦，而且我上两次 presentation 的时候都是穿它的嘞，它可以讲是我的 lucky dress。OK 了，就穿这件。哎，这件不会死沉沉吗？Lucky 吗？哎呦，爹！怎么？快点来帮我拉一下！哎呦，很痛啊！把我拉这边。我拉不上我。什么拉不上？用力点啊！来。哎，真的拉不上我。难道我变胖了 ？Hello。很明显啊，你这样吃一定胖的吗？不可能的，我妈妈、阿姨、姑姑、表姐、表妹、堂姐、堂妹哦，他们在怀孕的时候都没有胖的，这是我们家族的优良基因，我是不可能会变胖的。真的拉不上哦，换过另外一件啦、啊。我全部衣服都是 S size 的，下个我讲我穿不进 S size，
这样怎么办哦？明天有 presentation 啊，怎么办？这样穿不进 S 就穿 M 咯。好，我买给你了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 M size 啊，我连小时候抱 Ben 的时候也只是穿 S size 啊， S size 啊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可是这样只是差一个 size 罢了哦，有没有这样严重些？啊，过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啊，这里，这里，看，你看。买咖啡那边排队。喂呀，小林，你不是说要上班了的吗？我想了一想哦，今天是你第一天开张吗？所以我一定要过来捧场的，我就回去请 MC 过来了。哇，很多人一下哦，卖到怎样？一个都没有。一个都没有？不可能的哦。我有办法了。小林。Promotion, buy one coffee, free one 陶瓷杯。一个家庭怎么只可以用一个陶瓷杯呢？我们那里还有卖陶瓷杯家庭组合版，让你温暖每一晚，要买要快哦。讲回正题，我呢就不喜欢坐过山车的 ，OK？ 可是芝曼现在的情绪哦，就偏偏好像坐着过山车一样，高潮迭起，哼。今天早上啊，他为了一件衣服崩溃哦。你讲，我这个当老公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？你讲。女人怀孕的时候，体内的荷尔蒙会产生变化，会造成心悸、呕吐、频尿等324种症状，其他的请你搞个 search。但是发高烧和感冒已经让人感到很不舒服，现在更何况把324种问题合一。这些生理上的改变会带来很多的不便，甚至会影响女人日常的生活。所以，就算我们遇到小小的问题，他们都会钻牛角尖，甚至动不动就哭、泄气、沮丧和难过等24种负面情绪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我，这样我会怎样哦？我又不能代替她怀孕。我刚刚send了 email 给你，你check一下。讲快，我还没有search到哦。那是因为你们男人做事情不能一心二用，而我们女人就可以，这就是男女的生理构造差别。以前老师说过。平凡的时候是看不到一个人的爱，一个老公有多爱自己老婆，就要等那个老婆怀孕的时候，老公如何对待老婆就知道了。我可以换过另外一个杯子。Buy one coffee, free one 陶瓷杯。小姐，请问你这件衣服有没有 M size 的？是我先看到的，我要穿去我表妹的婚礼。婚礼穿什么黑色哦？最后一件抢到不是你的咯。是我先看到的。哇，这是我先看到的，我要的。我上个星期已经看到了。我上个月就看到了咯。Okay, 这个比较适合你，这个比较适合我。你看你的身材这样啊，穿这个啊，一点也不美啊，一点也不适合你了。不会，很适合我啊，这是我的，你要的。不好意思，原来78% discount 哦，只有这一堆才有的。女人。哎，老婆，回来了。我刚才看到 Facebook 有一篇文章说哦，原来女人睡觉之前喝水哦会变水肿的哦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还没有变胖啦，只是你身体里面有太多水分哦，所以才穿不下今天早上那条裙子的啊。你知道我自从怀孕过后一天要上多少次厕所吗？不知道。我一天要上50多次厕所，这样还会水肿啊？
50多次？这样夸张啊？哇！老婆，你再试试看啊！我觉得你可以穿得下了啊，试试看。来啦！不要。来啦，一次罢了。来来来，你看，哇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嗯。爹，爹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到吗？接到了，我接到了嘞。是，我就知道一定没问题的啦。我刚才哦，一接哦，他就上了嘞，我还是 S size 的嘞。S size。哎呦，还是 S size。你看，这样也 OK 哦。对。这样也 OK 哦。是。这样也 OK。过了过了，小心肚子里面的 baby 啊。OK 啦。哎呦，有了这件 lucky dress 哦，明天我的 presentation 一定可以拿到工程的。Thank you, dear。这样的样子，怎样马到功成呢？free 的都不要啊！陈老师骗人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做陶瓷的天分。这女的不是黄老师吗？那个黄老师是骗我说上中学过后我就会长高的，两个都很像了，我时常搞错的。哎呀，反正所有老师都骗我了，我根本就不会长高，不会做陶瓷，什么都做不好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谁说的？虽然你长不高是事实啦，但是哦，你会说笑话，又会唱歌，又会跳舞，还会说法语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你已经是全天下最才华洋溢的男朋友了。小林，你不会骗我的哦。如果你没有才华的话，人家怎么会喜欢你哦？小林啊，其实哦，我做了一个东西要送给你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一、二、三，关眼睛，开眼睛，关眼睛，开眼睛，再关眼睛，这个。熊，小林啊，我知道哦，我现在没有能力买真正的钻戒给你，幸好我还有少少的才华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陶瓷戒指给你咯。你相信我，我以后赚到钱过后哦，我一定买一个大大颗的钻石给你的。大熊。Proposer Ben， 记得给现报废。爹，farewell。哈？这样？真的？这那怎样？不要提了。不，讲来听听。不要讲了啦，讲一点点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是这样哦。我本来好好的，我 present 到一半就很好的嘛，然后 client 也很喜欢这样哦。哪里知道一半的时候哦，胸口这边就突然很闷哦，很闷的话就不懂怎样，我的头脑就很痛，然后肚子又疯哦，然后这边我又来不及去厕所哦，结果哦，结果怎样？结果就吐在 client 身上。哎呦！意外来的吗？好，像你的 client 应该要体谅你这个大肚婆的。我觉得这次升职加薪肯定没有机会了啦。哼，谁说没有？那打开来看看。我看了先。高姿曼最近三个月身为准妈妈的表现优秀，特此写错字啊，通知准获准升职为高级准妈妈。并由下个月起增加18%的家用。嗯，那以后你这个高级准妈妈呢，不准再熬夜做工，这样伤害自己，伤害 baby。我这个准爸爸
不喜欢你这样了啊，要改。哦，你看在那个十八仙的份上哈，什么都 OK 哦。没事啊，这里是你的家，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喜欢放屁就放屁。第二，哇哎，最近放假在家，不是你看我就是我看你，有热情了哦，怎么办？他们在这里啦，不要讲了。怀孕期间男女不但可以有繁殖活动，还应该保持适当数量的繁殖活动。哎呀，不要出来了啦！你这么大肚子，所以你们两个很久没有什么。我这么当初一嫁给你，不用我讲那句话，就是给你这句话骗到的啦。你要知道我骗你的。